那个，我们过来做体检，在外面等吗？对，为什么不能进来？因为他们这种是经过考试体检的，都是全封闭的。什么经过考试体检？我们体检不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他们全封闭。所有的经过组织部的都是全封闭的。我们站在这外面是吧？不好意思，如果你有着急事的话，你可以其他时间再过来，明天或者什么时候？因为这个昨天就叫我今天就过来。因为我们。都是刚在上班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个体检，我们都是无法提前知道的，他们都是保密的。那你们什么时候过来？什么时候可以交接完？我真的没办法预估时间了，因为像以前这种体检的话，一般9点多钟就结束了，但是今天，今天完了，我们都没办法估计。那你不能这个，他们医院包了吗？这样是准人民医院给他们包了吗？不是包的。那你什么意思嘛？为什么不能大家一起检呢？他们是经过考试，什么经过考试？我们也是人啊！快点给我们进去！妈的，真的是！我不可以这样，等他们。我有什么不可以？你们这样搞，我就来这样搞。体检都是一样体检，什么凭你们就可以进，我们不能进啊？不是你可以进，是你可以的。我不管你什么内部，我们是不是人民医院？啊？你可以去搞公立的，你是可以去搞，人民医院就是人民，大家都可以用，凭什么用你们用，我们不能用？我不管你什么决定不决定，是不是人民医院，还是公立医院？做事你要讲道理嘛，你凭什么这样霸占医院呢？啊？你告诉我，凭什么这么霸占医院？你叫谁哪个领导过来？瞎搞吧，你们这是。还叫人民医院吗？啊？你挂牌人民医院，你就搞给人民做事，你不是给公家办事，你给公家办事，你去找公家，瞎搞。怪我们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什么意思你？啊？什么意思你？这个很好，就是搞的有点不标准了，对不对？刚刚什么好事？但是感觉。我这次说的我感觉像说明男女一样。你是哪地方的？啊？这个我哪都没事，我看一下。反正我说你是哪的？我就在附近啊。10月16日，云南昆明官渡区长丰学校被学生吃产于2015年的冷冻肉，被家长现场抓包，整盆肉都是臭的。现场有警察、供应商、学校管理员、家长多方对证。教育局轻描淡写，称肉是有点异味，具体需要检测，后续会终止供应商送。昨天是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更臭！哎呦我妈呀，这更臭！这更臭，来，所有人来闻，这更臭，这不知道要晚上是怎么吃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，来，更臭，闻一闻，我操，真的是，妈呀，太没有良心了，来，所有的人全部来闻闻这肉有多臭，好臭，真的，这是丧尽天良的人，真的很臭，真的，而且现在才几点钟，要炒晚上的菜，你们来闻一闻，来。哎，今天你们食堂的人吃这个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今天你们食堂的人吃这个吗？来，昨天刚说完的，今天你们还敢这么做，厉害了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来，我想问你们，晚上炒个啥吃？你们有良心吗？来，自己来闻。供应商是哪个？我是。你是？来，你来闻，炒出来一起吃嘛。这是供应商。不行，炒出来一起吃。
行了，不要急，就是你现在要叫你转个袋袋装起来，我就可以。不，那故意啥？故意啥呢？哎，也不要急，装的那个。我讲他嘛，你让他说一下有没有问题嘛？你装箱吗？你跑回干嘛呀？哎。你知道吗，明姐，一定要理解我。我今天是违法学校规定，我跑进来，我才发现一个有问题的。拿个袋子来呀！那你们在收的时候，你们也应该收。哎呀，我真的这么多的孩子呀，不是开玩笑的呀。今天是我违反学校的规定，我冲进来的，我才检查了问题的。上你转的就进来了，我这个有没有味道？跟他们来过来的，有没有味道的？那下面还有呢，抬上来，把上面的抬上来，用一下，让你们的手下把下面的抬上来。三千多亩地，现在已经发到12多项目。整个学期你们给我退费。退费应该不学天给我退费。不单单是退费的问题了，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说到最后的话，还是有问题的肉把它。你如果是鲜肉，它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下面还有。我们不管它今年肉，最起码你自己都说了有味道的肉，有味道的你还是要炒。对，炒出来给你吃吧，谢谢。来，再来吧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个才是。来，亲爱的，这个，来，尝一下。这个你就不用倒，这个不用翻就可以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扇你两下，我就心疼。稍等一下，我孩子吃了一个学期的心脏病，卡两次了，我告诉你。还有手套吗？给我拿个袋子，你们给我拿个袋子。拿个袋子来，哎，好，这个直接弄了，放里头。放里头。把这两件换掉，把下面的全部抬上来。有多少重？重点拿轻点的。拿手套装一点。你装一下就算驱氧了，我这是正常吗？你还有孩子的牛肉，里边会更吓人的。这里有哪一个是牛肉？这个才是最臭的。这一盆才臭，来，这一盆更臭，就差没生虫了。吃。跑出来给他吃嘛！昨天晚上你看，我们已经反映了一个学期了。还好今天我来抓到现场了，要不然晚上全部炒人。这个他们已经承认了，这是他们配送的肉，配送到学校的肉。全部是冰冻肉，新鲜的肉哪里是这个颜色嘛？我们去市场买点新鲜的来肉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颜色嘛？这不清楚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